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26号，刚刚过了零点，今天是我们开服的第66天。今天我为什么12点来，肯定就是因为有活动啊，而且这个活动是有新的武魂出来，今天晚上我们会研究新的武魂怎么样去搭配。来吧大家，今天开始游戏吧。双倍可以先买了，无所谓的，反正我们顶级版了。双倍今天多少钱啊？买就是买就完了。对，要不要卡在双倍挖矿？哦，这个可以等，这个是5天时间，所以现在如果跟着大家一起买的话，就有可能抢不过别人，啊、因为水友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这个我们不买，就最后一天买，买以后可以刚好卡到双倍。但是你这样的话，我就想起一个东西，你先买吧，让我想起一个东西，就是不买，来有一个人他你选呗，不该买的都买，不够我就充钱。有一个人他在家里挂了个鸟笼，因为他养的鸟死了，别人就问你为什么挂了个鸟笼，你肯定有鸟，拿鸟出来给我们看看。然后呢，问的人很多，每个人进来看那个空的鸟笼。都会问他一遍，后来他就把鸟笼给扔了。每个人看到你这个笼子挂在这儿，都会问你的鸟呢？啊，小龙你怎么不买？怎么这个东西还在这儿？雷霆第二弄，我还有雷霆，雷霆待会儿可以换比较爽。我好久没有出这个活动了。啊，我们不是才第一次吗？对啊，那你这个最多换个7个，我们最多换到。因为我们这没多久啊，才开服。不管了，先来活动吧。雪茄一定要的，这个也要，上面3个。其实我觉得雪茄可以选，但是雪茄也会买的。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。好、啊，主要雪茄有新雪茄。哦，这样子，盖哥，新的好玩吗？很好玩的，但是你要看你最好是带着朋友一起去玩，就很好玩了。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，还是比较孤独，而且费用会比较贵。你说一个人打个车，哎呀，和3个人打个车哪个划算？肯定3个人平摊下来划算的多，是吧？一个，啥意思？就一个大姐，就没包你出来了，算是想走一个。我跟谁去的？我没有跟谁去，这次是我自己。那天玩完砍树人的游戏。回到宿舍是1点钟，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西藏，然后2点钟我就订了票，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小龙还在睡觉，我就自己跑去西藏去了。这个大奖，大家好不好用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大家，对，我感觉砍树的那个游戏我们的投资是值得的，我出了3535啊，老哥也出了那么多钱，因为加起来刚好充了7070嘛。啊，我和老哥一人出1万，粉丝加了2-3千，还可以哦。哎，大奖继续抽到直播间，哎呀，要不要抽了送给大家？或者说我们就换点材料吧，换点这个雪茄，挺好的。啊，这抽这么抽出小奖抽得完吗？很难呀，这小奖。对，没钱玩不出我这种感觉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直播间的各位，你们就是有人看着你在玩游戏，和你自己一个人玩游戏是不一样的。你自己哎遇到个大老操，这个区怎么那么坑啊？都他妈是拖吧，我不玩了是吧？我可能抽1000，这人怎么那么变态？蜜蜂拉满了，我就干不过，我就撤了是吧？但是直播间各位一起在看着对吧？我怎么能掉面子是吧？我要争一口气啊，不争馒头争口气。就上头了，我靠，你不就是蜜蜂拉满，那我再充个3000干你是吧，然后就干起来了。那需要多少个？还有25个，22个，还差3个。3个啊，三个出3个，还不错的，不愧是黑龙。啥意思啊？小龙点太快了，这个系统识别你是这个超级大佬，一个不给你出东西的。两个主播，这个游戏不充钱能不能玩？有人充了20-30块吧？3个，你看，他说他充了20-30，然后呢，游戏里面抢这个红包，就是我们每周二、周六的这个红包啊，他抢了100多。他说他其实是白嫖了一半，他虽然充了20-30块钱，但是呢，他还赚了一些钱，然后他充的一些钱就算是白嫖的，懂了吧？就是有人也算是不充钱也玩的爽，至少在别的地方他没有这个充的这个钱。这两个都是取消兵的，嗯。力量之上，等，先等这个点。大声等一下，抽一下，准备把大奖换了。偏。对，去西藏回来了。缺氧，我觉得还比较厉害。哦，你说听这个缺氧这个歌是吧？我有一天在海拔4500的这地方住宿，本来之前一天还在3500的拉萨住，就缺氧90%吧。啊，正常应该是95%以上吧，然后80%以下就开始有危险了。然后我是在西藏拉萨的住的时候，3500海拔，血氧是90，然后等到4500的这个地方，本来还正常的，但是那天我去泡了个澡，泡了好久，本来不应该洗澡的，我他妈不仅洗了，我还去泡澡了，泡了好久之后，导致很严重问题，就是当天睡觉的时候血氧就啪啪掉，
掉到60左右的，特别严重的缺氧了就是。然后赶紧叫醒旁边的司机师傅去给我拿氧气过来。自从开好龙卓，你们省了不少钱是吧？这很棒，这就是你看我们对各位也有帮助也有贡献。哇，小龙发了呀，哦，三个满了呀。我们既能帮大家省钱，又能让大家爽，我们这个像公益事业一样伟大是吧？但是我们自己目前还没赚到什么钱。父母还差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还来一个父母。活动待会有没有教程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你们各位可以到时候教一教我们。好，父母完了，香肠，最后三个。不要。对，这个不需要。来，看积分大奖，好吧，大家叫天魔杨希吗？叫这里啊。哦，杨。开门，我都知道。天魔杨希。哇，小龙没读书都知道，读书读一半，大家学会没？来，死亡灵珠。这个故事充分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瞎猫能碰到死老鼠。啊，没毛病，你对。来，像我比较谨慎。凶兽红光。哇，亿万妖王之眼。对啊 ，SP 新凶兽。我操，那么漂亮！就以前是万妖王之眼，再多加个亿，就变成新凶兽了。就是。对，这个游戏那么好赚钱吗？我靠，各位，学会了没？百元卡需要3000火急需要。拉多少钻石了？感觉刚才就拉6-7万。10万了已经。啊？拉那么多吗？碎片拉满。感觉乱拳打死了老师傅是吧？没关系。啊，积分花完了，你看拉多少钻石？大不了扣小的工资。拉了17万了。尖尾雨燕组合，走你。尖尾雨燕辅助，好吧，大家都是辅助，千万别组。我们想的反，我看我们这种怎么想的。哎，对了，明天看的区有没有这个活动啊？有。哦，有。对啊，肯定有，肯定有。我操，那玩这个游戏太爽了。来这边，看今天的话，等下最多把这个弄完，再出2个6块。我靠！去把浑身炸了是吧？浑身炸不炸无所谓的。谁炸呀？我们没得炸呀，我们已经100%成的。这样子吗？对啊。那多没意思。那能100%还去炸那个会有包？没有，能100%就100%。这个不买，这能开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先开5个大奖。啊、星神剑意，啊，这就是这啥东西啊？有20多个。我这没看到过这个大奖，在游戏没在那个动漫里面看过吗？没见过，也许是后面几部才有的。来，给你们看这雪茄。战斗开始时获得一根羽毛，受到敌方技能影响时消耗羽毛抵挡魂技伤害。接下来3秒内，针对他的所有攻击有30的概率失效啊，就有个减伤。防御的，这就是防御。啊，受到伤害的时候额外获得一个羽毛。OK， 就是升得越高，减伤越多。对，来25个直接来。我这号没有3元自动凯吗？基本上没达到。充，再充个200。充个198。328随你。刚好够。还差一点，明天得充钱了。行啊，凤凰宝宝好吗？还可以的，凤凰宝宝是堆叔叔的，还是差70。你充点呗，98，那肯定不够，来加币。加豆哥，加1000，忘记了。到时候阿栋也要让他拿出1000来，你知道吗？五谷合成，噬魂80毛，2小时加40万，哎，45万，45万，挺好的。再来45万，好。看你们都新坐起吧，这里啊，这个好死啊，这个是一个真假。对呀、啊，原始的龟龙怎么加个龙呢？等下我加没加龟龙不对，等下这叫啥？哦，雷鸣暴虎啊，白甲地龙，操、啊，真叫龙啊！我这为啥改个叫鸣龙呢？不是，这我们为啥叫个龙呢？小龙，你的龟龙真好看。不是，这我们为啥叫个龙呢？我想知道。你的什么头真好看？小龙的兄弟，你这话说的词什么？我兄弟啊，名字不一样啊。小龙冲啊！他那4个字，他那最后才叫龙，那我们那前面是龙嘛。保底一个大奖多少钻石？8100，记住这个数字啊。对，但是很少用于保底数的，基本是7000多一点就说了。保底占70%，其实保底多，不保底的时间少，但是不保底有可能50%就出了。平均来说，7500钻石出一个大奖。